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美国时间是12月9号，我们呢要请阿宝继续帮我们打开我们的粉红猪小妹圣诞节倒数日历，我们请阿宝找九。我不知道。九在这边。九。什么？哦，就这样。乔治吗？打开。好，我们这个是抽到乔治，好可爱哦！乔治穿着他恐龙衣耶，你看。然后乔治也是头可以动哦，手也可以动，手是可以旋转的。然后他也可以坐 ，OK。乔治也可以坐雪橇哦，我们请乔治坐坐看。所以乔治试试看吧，耶、！乔治也要去滑雪橇，好可爱哟！太棒了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哦。我们目前收集到九号了，请，这就是我们目前收集到所有的，请大家期待我们之后的视频哦。除了佩佩猪以外呢，我们也要给大家打开，哦，阿宝好兴奋哦。这个是 LOL 惊喜球娃娃出了第三季咯，这一季很特别哦，是 Pet 是宠物系列，同样有7层，有35种以上可以收集哦，所以它是宠物娃娃 ，OK？ 那我们请阿宝哦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有讲，他说有这么多层啊，有一个小，对呀，你看有这么多种的，好，第一层。应该是提示 哦，这里哦，跟昨天抽到的不一样哦，好特别哦，好像是一个猫咪又是一个狗狗，猫咪公主加狗狗，你自己看。第二层，第二层在这里啦，第二层哦，所以是贴纸，会变颜色，吐口水，尿尿还是哭哭呢？第三层，第四层，水滚到这里来了。粉红色。阿宝，这是粉红色。阿宝，请你把这个东西全部拿出来。好，看一下说明书，很快的看一下，我们在昨天那一集呢就已经很给大家很仔细的看过了，所以呢这次只要大概的看一下好吗？那我们总共有也是有一个大的，然后有3个小的。好，请阿宝打开第一个小的。这是什么呢？是一个 bottle， 是一个奶瓶哦。第二个小的，哦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狗圈，是不是？也是狗圈的一种。我们家狗狗也是带这种的，这种狗圈。然后下一个小事件，小配件，哦，也是狗狗的铲子。哎，是铲子吗？感觉好像是猫咪耶。哦，看不太，就是哎，好像是猫咪的铲子。哦。是什么呢？啊，阿宝，你抽到的是什么？可以翻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哦，是一只猫咪吗？啊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只猫咪哦，好可爱哦！看到我头可以动，哎，它脚也是可以动哦，它可以这样趴着，也可以站的。啊，好可爱哦！阿宝，你抽到的是哪一个？头太大，一点站不稳。这个是我的。然后这个可以给它穿上去。这个地方这样穿上去，这个是我，这个、我们家狗狗也是带这种的狗圈，哎，好像是哎，宝，你可以看吗？我看看，让我看它呢，让我看。阿宝的呢是这一只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叫做 Fresh Felling， 好怪的名字哦。然后我已经把它穿上狗圈了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它的奶瓶，还有它的小铲子。哦，阿宝已经在帮它贴贴纸了。阿宝，你那么确定他会怎样？阿宝，哭哭还有兔兔，哭哭跟兔兔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看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猫砂哦，猫砂打开来之后呢，里面好像还有小配件呢。
有一个大便。有大便吗？有有有，对对，他这边他写说 LOL， 然后中间那是大便，然后还有脚印。好，打开吧。我的哦，他的猫砂是粉红色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可爱哦。好，请阿宝帮他的小猫咪挖。嗯，我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东西。哦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，阿宝？鞋子。是他的小鞋鞋。哦，鞋鞋里面沾到沙子了啦。把他鞋子里面的沙子清一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帮阿宝的猫咪呢穿上鞋鞋了，好可爱，鞋鞋上面还有一点沙。你看他穿上小鞋鞋了，好可爱哦。妈妈，你一定会拿到它。我会拿到它吗？它可以这样趴着，嗯 ，cute， 非常的萌哎，非常疗愈系列。你看这样，我把它接完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冰水，看看它会做什么样的，怎么做什么呢？先沾冰水，看它会不会变色哦。这杯是冷水，这杯是热，一杯是这是冷水，这是温水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嗯，我们可以不会变色哦。可以玩水吗？等一下，它不会变色。好，阿宝，请你让它喝奶奶。它会干嘛？好，来给猫咪喝奶奶喽。猫咪要喝饱哦，喝饱，等一下才有精神。好，他应该喝饱了，我们看看他会做什么哈，仔细看哦。啊，会吐吐 ！Oh my god！ 啊，他会吐吧？所以他是会吐吐哦。所以呢，这只猫咪呢是会吐吐，会吐口水，而且会吐很多哦。还有附的配件是 bottle， 有猫砂。猫砂里面有四只小鞋子，还有一个那个狗圈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抽到的哦。OK，